说起来 Summer， 我跟他爸爸当年是同事，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，每个礼拜都在一起。那时候 Summer 还很小，你还没出生呢。Summer 是这样子。后来 Summer 从国外念书回来，跟我跟陈振川，我们在葛小姐的 G 台 TVBS， 我们一起工作，工作了很久，很能干，很了不起的一个女生。我常常想，谁将来要做她老公不容易，真的没想到是你，倒是真的。然后他们俩就遇见了，2007年。我想他们之间的是不是啊，是不是啊，是不是，让我们都不知道，不好问，很想知道又怕没了。好，但是有一天 Summer 搬家请我到他家吃饭，我突然之间看到他们两个的眼神。当然他们那个时候都好像他是我经纪人，我是他的歌手，他们俩的眼神互相看一看，我突然觉得我见过这个眼神，这个眼神是谁的眼神？我一直回家就想，我想起来这个眼神是我曾经在杨惠珊跟张毅之间看过，在赖声川跟丁乃竺身上看过。他们那种夫妻之间很多年很多年在一起，但是互相那种崇拜跟恩爱的眼神，我在你们的眼睛中看到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你知道在台下好多人我从来没看过，是不是王伟忠？吴宗宪更没了。但是虽然徐乃麟爱骂人，但是他太看他太太是有那样的眼神。 Summer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我知道在他人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，他爸爸、他弟弟还有萧敬腾。爸爸老了，弟弟有自己的家，所以他现在唯一能依靠的男人就是萧敬腾。我把 Summer 交在你的手上，你要好好照顾他。你是一个会哭的男人，拜托你不要让 Summer 哭就好了， OK？ 你自己哭就自己哭。今天这个婚礼其实是要献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是为了你们，真的为了你们。对，老肖怎么讲呢？老肖说，只有这个理由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。他说，也希望我们以后老了不会后悔没有办这个 party。你们在我们心目中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通通一样重要，真的，没有你们我们不会成就到今天。然后未来还是需要你们，还是需要你们继续照顾我们两个，真的太爱你们了。我真的，我平常很会讲话的，但是我真的，我只想让你们知道，我真的很尽力了。我只希望你们今天都开心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通常结婚典礼这个时候是证婚人讲话，其实以前的证婚人真的很无聊，他能证明什么？他能保证什么？但是我刚刚我们听到 Summer 还有老萧的他们之间的讲话，是不是很感动？说起来 Summer， 我跟他爸爸当年是同事，我们一起工作了5年，每个礼拜都在一起。那时候 Summer 还很小，你还没出生呢。Summer 是这样子。后来 Summer 从国外念书回来，跟我跟陈振川，我们在葛小姐的 G 台 TVBS， 我们一起工作，工作了很久，很能干，很了不起的一个女生。我常常想，谁将来要做她老公不容易。
真的没想到是你，倒是真的。然后他们俩就遇见了，2007年。我想他们之间的是不是啊，是不是啊，是不是，让我们都不知道，不好问，很想知道，又怕没了。好，但是有一天 ，Summer 搬家，请我到他家吃饭。我突然之间看到他们两个的眼神，当然他们那个时候都好像他是我经纪人，我是他的歌手，他们俩的眼神互相看一看，我突然觉得我见过这个眼神，这个眼神是谁的眼神？我一直回家就想，我想起来这个眼神是我曾经在杨惠珊跟张毅之间看过，在赖声川跟丁乃竺身上看过，他们那种夫妻之间很多年很多年在一起，但是互相那种崇拜跟恩爱的眼神，我在你们的眼睛中看到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你知道在台下好多人我从来没看过，是不是王伟忠？吴宗宪更没了。但是虽然徐乃麟爱骂人，但是他太看他太太是有那样的眼神。在年轻的一辈当中，修泽楷、贾静雯，他们曾经在我面前有那样的眼神。我觉得这个眼神不是一年两年，是很多年以后，他们还是互相这样看的。两个人都老了，都胖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这样看。我希望很多年以后，你们请我吃饭，我还是会看到那样的眼神。放心。放心。小事。小事。我常常讲，婚姻，不要讲大学问，我有一个鞋子论。婚姻，我以为要让大家看一下我鞋子。婚姻就像双鞋子，穿鞋，别人看好不好看，自己穿舒服最重要。婚姻能够长久，就是把你的自己变成一双舒服的鞋子，穿着它，轻松自在。我觉得萧敬腾很爱 Summer， 但是要用他需要的方式爱他，不要管他太多 ，OK？ 出门到哪都要管 ，too much，OK？、Okay? 他也管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他们的情趣 ，OK？ 但是真的，我觉得婚姻就是跟你在一起。轻松自在。 Summer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我知道在他人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，他爸爸、他弟弟还有萧敬腾。爸爸老了，弟弟有自己的家，所以他现在唯一能依靠的男人就是萧敬腾。我把 Summer 交在你的手上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你是一个会哭的男人，拜托你不要让 Summer 哭就好了 ，OK？ 你自己哭就自己哭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我觉得艺人结婚最好，我们就等于办金马奖、金钟奖、金曲奖，大家都可以穿得好漂亮来，真的是开心的看到大家有各自。各样各的朋友，好久不见，你们都好啊！哎呦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！ Amen.